一颗水蜜桃你要卖多少钱？帮助原住民小朋友。哎，小姐，你很漂亮哎。你们三个，老师好。你什么时候才可以让老师讲好话？长大。哥，我带你喜欢吗？ 很懒的、啊，爱死你了！我哥超厉害的，他的肌肉跟牛一样壮嘞，牛一样嘞！你爸那么老，月下老人，来，我爸最帅，他是部落的五月天呢。五月花。对你只有一个要求，就请你别再每天喝酒。如果你不见了，我们怎么办？不行啊！你说什么？新衣服哦，你妈寄来了。 你现在还有跟妈妈联络吗？你妈妈正在看着不想来看你，你还提她干什么啊？在你的图画纸画下一张又一张的心事，其中有一些是你怎么也忘不掉的故事，在你还不懂悲伤的日子。 你最想去什么地方？我妈妈台北的家。我妈妈说她都没有拍过婚纱照，可能是因为她没有拍才会常常吵架吧。那你会回来吗？你的家在这里。